双手，请大家热情的掌声欢迎 Hitan 年度品牌代言人佑胜出场。Hello， 现场所有媒体朋友，你们好，我是佑胜， Hello. 很开心可以在 Hitan 门市跟大家见面，也谢谢你们在周末特地赶来参加这活动，谢谢。是，那佑胜牺牲了这个假日陪伴家人的时间，然后特别变得你帮我拿麦克风了，特别还 来到我们这个门市，是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好，今天在这里出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想要跟 Hitan 一起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爱心。Hitan 其实延续了去年2015年，他们跟阳光基金会以及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办了一个活动，这活动叫做“一加一爱心捐赠活动”。这个计划呢，它其实是一就是一福一，加一就是一加一爱心捐赠计划。那这计划怎么办呢？就是你到全台湾任何一家 Hitan 门市说啊，我想要加入一加一爱心捐赠计划。他就会帮你完成一个非常简单的流程，接下来 Hitan 就会把新衣服透过阳光基金会以及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送到这些弱势团体跟单位的手中，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社会上面的爱心和温暖。但是我想要题外就是讲一个，就是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最近那个台东风灾的部分，如果大家有能力，我希望也可以帮他们，但是当然要先做完一加一爱心捐赠计划。而且呢，就是像是最近的这个风灾啦，也让大家非常的关心。那我也希望大家除了说，完成了这个一加一的爱心捐赠计划之后呢，也可以多多的关心我们台东的朋友们。好，今天呢，除了讲到这个捐赠爱心之外呢，听说你还背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责大任，是很紧张的，谁先紧张啊？好，听说呢，你今天背负着这个Hitan的专属造型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夏天的穿着要如何来搭配呢，才有这样的美式运动风以及休闲的风格。OK， 这位造型师呢，其实我穿着第一重视的是功能，因为如果衣服穿在身上不舒服，我会觉得很痛苦。所以呢，在这种多变的天气下，就是一下超大太阳，或是突然下雨，这种天气而且很闷热，我的功能性一定是非常讲究。那 Hitan 现在出了一款非常棒 Thermal Control， 就是你们一直讲的多功能恒温多功能系列，就是后面这些 model 身上穿的。这个多功能系列它就是会有这个 logo， 就是这个很科技感倒三角形，我看起来有点像公牛队的那个 logo。 对，因为它是用非常高科技的质料跟材质去做出来的。那这个材质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功能呢？五大功能，摄影记者们可以准备，我自己太可爱了。好，赶快 Q 你们。第二个是什么？好，第二个有点忘了。等一下，第二个第一个 pose， 第二个还没想到，所以要先等一下。好，第二个没关系，我直接跳。第二个抗 UV， 我刚刚也找不到，你要往那个。哇，天哪，天哪，哇，太帅气了！不要学我，不要学我，后面不可以学这。要靠近捷运站，那就靠近麦当劳。抗 UV 来着，哇，这很重要。第三个防清泼水。天哪，我觉得这我们。佑胜以及伊琳的 model 真是太专业了，你们这样都可以演绎得出来。你们到底有没有做防清泼水的感觉啊？有啊，可以防清泼水。啊，再是，非常透气什么？我就是想不起来这个透气什么？透气干爽。透气干爽。透气干爽怎么办？我觉得后面好像开始在摆美比美色了耶，你要不要往后看一下？好。我故意压轴最后一个，我还没，我还没。轻薄好收纳，好，收纳各位，把衣服收纳起来，各位。轻薄好收纳，哇、哦！大家很期待，哇！所以就是这个五大重点就对了，对，就是五大功能。但是其实它的外套款，还有那个，就像这边的，它有那种反光拼贴的设计，所以不管是晚上或是白天，你是运动或是都会男女，你想跑步，你想骑车，其实 Hitan 的Thermal Control 系列是大家一个很棒的选择。是，而且我们这一系列呢，除了说有衣服之外，当然呢、啊，今天你是不是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裤子要怎样搭配，才能让大家看起来都像 model 一样，脚很长，而且呢看起来很帅气，很有型。穿短裤真的有技巧，但最近真的越来越热，所以
夏天就是要穿短，不但短裤要怎么穿，其实我觉得两个大重点，第一个就是颜色，第二个就是它的穿法跟比例。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非常完整的建议，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同，而且你的身材不一样，所以我有个独门小诀窍，只要你跨出这一步，我相信你穿短裤会掌握得非常好，就是要多多试穿。哦，对，这就是多多试穿，而且黑天门市的人其实都会协助你去说，哎，你适合穿什么，以及他可以帮你免费做一些微小的微调跟修改。是，所以你多试穿，其实你穿越多，你会越发现，哦，原来我喜欢什么。因为我发现很多逛街会觉得比一比就好啊，对，会觉得啊看一看也不敢穿，但事实上你穿起来会更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所以我觉得多试穿是我的一个小技巧。哦，所以要多试穿才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比例，对不对？是的。哦，不过还有一个，偏偏这一季的短裤。它特别多了一个腰带，这个腰带我觉得很棒，其实我现在身上都有，但大家看不出来，因为有些人其实很在意自己的比例，所以黑天要设计，其实你有时候可以把，你们要干嘛？对，要这个轻薄好收纳的是？没有，就把前面的，其实就前面的下摆稍微扎进去，就发现，哎呦，腿好像变长了，对，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很拘谨，那你就把它放下来，其实就感觉好像又比较轻松。但事实上，就算看不出来里面有腰带，不然有些腰带其实会很凸，会让你觉得哇，那我既然穿了一皮带，我就不好意思，就是不扎进去这样。那事实上，黑天的设计是让我很喜欢这个点。对，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今年夏天这个系列全部都是有附腰带的一个短裤系列，让大家可以看起来更加的有型。那除了这个比例之外，除了颜色之外，当然就是提醒大家多多的试穿了，对不对？是的。好哇，谢谢就是今天的分享，除了说要呼吁大家做爱心之外，还有这个五大重点也摆了给大家看了嘛，大家应该都清楚的知道我们这个。哦，对不起，外形我还没介绍到，外形也就颜色了。嗯，其实黑天一直除了保持他们原本的美式设计风格之外，今年夏天完全就是粉色系跟亮色系在这边，让大家穿起来其实会有一种好像海风吹到身上，好像准备出去玩的感觉，而且像你。你看这个桃花，其实你不输他们，一脸就是会有桃花的样子。谢谢，主持人自己自肥了。好啦，谢谢哇，谢谢优晨今天的分享哦。那当然呢，今天分享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留给现场所有的媒体先进了。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呢，都可以拿起你们的相机，我们来进行媒体拍摄的时间。好，那我们也请后方四位 model 可以一起往前，我们来进行合影。那今天也要提醒大家哦，我们黑天要跟各位一起来买酷献爱心。好，中间的镜头先看一下，中间的镜头。好，有没有哪位大哥需要眼神的，可以稍微看一下哦，左手边，左边一点点。好，让我们左边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捕捉一下画面。好了，先看一下左边。对，好。好。来。好，右手边。好，有没有哪一位媒体先进还没有捕捉到画面的，可以再举个手让我们看一下。好的，那我们先谢谢四位 model， 谢谢。那也请优晨先留步，我们让大家捕捉一下您的合照，捕捉一下您的独照，来跟我们的这个板板的合照，买酷献爱心哦。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关心社会的议题之外呢，谢谢好。今天呢其实也要好好的介绍一下，那我们优晨身上也是经典的 polo 衫。那非常创新的面料，让大家穿起来更加的舒适之外呢，上方有一个 CA 加州熊，也就是我们黑天的特色了。而且刚刚有一直提到，今年夏天呢，大家可以来选购一款副腰带短裤，可以让各位轻轻松松就能够成为型男了。好，还有没有哪一位媒体先进没有捕捉到画面的，需要眼神的？不要好不好？不要班智。好，来，我们拿来。好，那我们再一次。待会我们也会开放时间，让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进行联访。那如果有需要平面联访的朋友们，请稍后一下。我们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也将会到楼下进行一日店长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多多的捕捉画面，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我们看一下左手边这位红色衣服的大哥。好，要上哪一个？那边手势好吗？刚刚那个什么造型五连拍那一个，还要再想哦，我要 Q 是不是？好，换一个来，下一个是，还是这个？抗 UV， 抗 UV。
我们的亲宝好多呢。所以还要注意。好，下一个。好，汤尤斌，汤尤斌。汤尤斌，对。哇，这个 UV 抗有点久了，来，再来是这个白汉西石子，这个还好像还没，对，这样。